房东阿姨在不在？我的生意刚失败，已经没钱买青菜，能否借我1000块？一千就一千，你要来到我身边，阿姨寂寞好几天，过来请你吃海鲜。本人今生不再谈恋爱，因为受过太多的伤害，次次都失败。你那是曾经对爱太疯狂，如今对爱很迷茫，以为付出真心手能牵，结果八字少一边。我知道阿姨是个老美女，先转账过来给我买点米。钱不是问题，不要太心急。如果你过来陪阿姨，一千两千随便提。现在没时间，等我有空闲，我不想犯错，我要找工作。工作太难找，不如陪我吃烧烤。难找也要去，因为生活有压力。你怎么不听话？那你马上交房租，水电一起1775。好吧，给我发个位置。